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朱曼舒，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嘉宾访谈嘅。嗱，咁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嘅心理健康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嚟紧嘅星期六，6月4日咧就会系喺多伦多嘅华人基督教会咧，系由105嘅 Gibson Center 咧就会系举办一个嘅心理健康日嘅。咁啊，具体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咧？嗱，今日咧我哋好开心系请到咗105 Gibson Center 嘅负责人 Monica 咧上嚟咧同我哋介绍下啦。Monica 你好，你好你好，系啦 Monica。咁首先同我哋介绍下呢个105嘅 Gibson Center 其实系一个咩嘅组织？是幾時成立的呢？其實這個組織呢就是在兩年半多一點的時候呢就是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來到去統籌啊，來到去推展，因為我們看到呢在社區裏面很多時市民啊大家的在不同方面各方面的需要的都是這一方面我們提供到多一點的多元化的服務給大家啦，這樣咁好像呢就有這個的青少年人的活動啦，心理健康嘅各方面嘅需要，點樣關心到佢哋？我哋關注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金齡人士啦。咁啊，而家開始啲 baby boom 啊。咁我哋亦都盼望咧能夠喺當中關愛到呢一班嘅長者咁樣。再有咧就係有一個啲體育運動啦。我哋仲有關心到咧社區裏邊特別嘅需要嘅。咁咧就有啲食物銀行啦。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就喺附近多咗好多啲最大嘅新移民，佢每個星期都嚟到我哋當中，係去我哋有食物啊，有啲嘅紙尿片啊、衣服啊，提供俾佢哋噶。咁仲有就係一啲興趣班啦，有啲嘅特別有一個嘅就係啲視障人士啊，visually impaired 嘅，咁我哋眼睛嚇睇嘢係。睇唔係咁清楚啦，咁我哋都盼望鼓勵到佢哋出嚟，唔好匿埋喺屋企裏邊。咁我哋就有一個嘅地方係俾到佢哋嚟到自己做一啲生意，咁啊茶餐廳咁樣嘅，鼓勵多咗啲人出嚟係去參與社區裏邊嘅服務。咁我哋又揾啲義工嚟到支持佢哋咁樣，非常之有意義喎。咁其實呢一個地方有幾大咧？我哋咧就有47,000尺地方嘅，咁一路嘅都喺當中嚟到係推展一啲嘅。社區裏邊嘅服務啦，見到邊方面有需要，遲啲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有一個嘅即係送餐服務嘅，因為喺比較一啲即係老弱病患、身體軟弱嘅時候，煮唔到食嘅時候，我哋訓練多啲義工，咁亦都有一啲嘅健康嘅食得健康嘅嚟到係去送到佢哋嘅家中咁樣，咁亦都有義工嚟到關心佢哋咁。咁其實即係要做咁多嘅活動，佢嘅即係話財政嘅來源係點樣樣咧？政府有冇分定㗎？暫時我哋都有。冇乜點特別去向政府嚟到係，都係教會自己搞。教會自己啦，都當然有好多係有心人士俾到我哋嘅支持。而喺裏邊嘅時候，我哋都盼望咧，就係好似我哋有唔同嘅活動裏邊嘅時候，好似舊年我哋搞過嘅就係老退化研習坊啦，即係好似失憶啊唔記得嘢。而當日裏邊嘅時候咧，我哋就預備咗1,000本嘅小冊子，中文嘅，因為我知道政府資源嗰方面咧，就即係喺中文刊物當中少。而我哋啲全部都係啲 sponsor 啊，有啲嘅贊助商嚟到係俾到我哋，我哋就出咗呢一本嘅書仔。咁好快脆嘅時候咧，就大家攞咗。而當日參加咧有成400多人嘅。咁而喺4月2日嘅時候咧，我哋啱完咗一個嘅就係癌別狂澳。就係話，即係癌症，我哋點樣預防須知啊？咁嗰日都有200多人嚟到參加，而當中我哋睇重嘅就係社區裏邊咧，因為有好多嘅國語群體嘅，除咗廣東話之外咧，仲有國語嘅嚟到係去即係提供呢啲嘅資訊資源俾到佢哋咯。哇，非常之有意義同埋好難得喎！嗬，咁嗱，我知道咧就6月4日啦，咁你哋咧將會係舉行一個叫做心理健康日嘅，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其實當日嘅情況係點樣樣咧？當日咧我哋就係喺呢一個嘅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嘅會址裏邊嘅時候咧，就有嚟到係舉行呢一個嘅了解心理健康。笑迎人生嘅挑戰嚇，咁誒即係呢個嘅活動係我哋特別喺同華人心理健康網絡一齊同105 Gibson 中心嚟到合辦嘅，咁咧我哋希望能夠喺當中係將一個嘅全人關懷，即係身心靈嘅需要咧，都能夠係提供到俾市民一齊入嚟參加啦，俾佢哋認識呢個社區中心，俾佢哋嘅服務啊，亦都俾到佢哋喺呢一個嘅心靈
方面嘅嚇，有咩特別嘅需要係幫到佢哋咧？咁我哋有好多嘅義工啊咁樣。而當日咧最重要就係話有成有四間嘅醫院啦，十幾個機構喎。咁咧有三位嘅醫生啊，仲有十幾位嘅啲心理治療師啊、社工啊，佢哋都係專業人士，有常常都知道社區裏邊嘅啲市民大眾嘅心理健康嘅。咁我哋覺得我哋做一個中心，而邀請佢啲專家嚟到嘅時候咧，係為我哋講解好多嘅節目喺裏邊嘅，有啲專題講座啦，咁亦都有啲工作坊嘅。係啦，咁頭先你講到咧，最主要即係有兩方面啦，就有啲專題講座啦，亦都有啲工作坊啦。嗱咁啊，正如頭先你所講嘅，一啲專題講座。即係可唔可以講得詳細啲？有邊類型嘅專題講座咧？哦，咁樣我哋咧就會都提到咧，就係話關顧到社區裏邊嘅時候語言啦。頭先提到有廣東話，有國語，亦都有英文嘅咁樣。咁我哋喺星期六嘅上晝嘅時候就國語嘅，咁就有一位嘅醫生咧，就係喺呢一個嘅辟引及心理健康中心嘅呢位精神科嘅醫生咧，為你我哋嚟到講解呢個題目係消型人生嘅挑戰，認識乜嘢叫抑鬱咁樣啦。咁咧，另外仲有一位醫生咧，就係多倫多西奈山醫院嘅亞裔，特別係了解到亞裔人士嘅心理健康服務嘅，又係精神科嘅醫生，都會同一樣講呢個題目，不過係廣東話咁樣。咁咧，另外就英文仲精彩喎。咁咧，英文咧，我哋由10:00至到下晝4:00嘅，就有醫生啦，同埋有啲社工啊、心理治療師嚟到幫我哋講解好多嘅，即係呢一方面嘅需要嘅咁樣。即係其實社區咧，真係好多人需要呢方面嘅常識啊，所以咧就搞好多呢啲講座。咁我支持咗呢一個講座之外咧，你哋咧仲搞咗好多嘅工作坊啊，小組工作坊。咁其實呢啲小組工作坊有啲咩嘅活動喺入邊嘅咧？當中就精彩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多咗而家好多即係戰後嬰兒潮啦。咁咧就啲 baby boomer。咁我哋有一個題目咧，就係叫做銀髮寫意人生，如何你都建立正面的思想嚟到享受到晚年的生活咁樣。咁喺當中咧，都係西乃山醫院裏邊嘅即係註冊嘅護士嚟到係去幫我哋講解嘅。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大家都盼望你哋，大家都能夠嚟到參加咧，就係治療啦，自我治療 ，do it yourself 咁樣，自己同自己治療。係啦，係啦，咁啊，即係預防啊，勝於治療啦，咁樣係嗰個醫療嗰方面嘅治療。咁啊，幫我哋自己有預備嘅，知道點樣嚟到係去減少咗呢啲嘅憂鬱啊，一啲嘅啲焦慮啊，咁樣呢個題目咧就係講啦，點樣面對人生嘅挑戰，一定戰勝到呢一個嘅憂鬱同埋焦慮嘅咁樣。咁我亦都盼望能夠喺當中俾到大家多啲嘅了解同埋就咁。而當中我哋仲有一個咧，就係希望係有一啲嘅過來人啊。除咗呢啲嘅專業人士之外咧，過來人嘅佢自己以前係有過呢一啲嘅心理甚至乎即抑鬱症啊，或者係當日佢自己嚟到係去講解啦咁樣，佢都經歷咗點樣行過呢啲嘅幽谷之後咧，回頭過嚟嘅時候，佢出書喎，佢開講座喎，咁咧就呢一位嘅女士咧，佢當日佢會同我哋嚟到係去講翻佢點樣嚟到係行過呢啲嘅艱難嘅路，原來得嘅可以幫到，但係我哋需要嘅就係群體點樣一齊嚟到支持。係啦，咁頭先你講到有個嘅銀髮寫意人生，係咪即係話係啲即係譬如俾一啲seniors一齊可以寫下作咁啊？係咪咁嘅意思咧？咁呢一個咧就係寫意人生咧，就俾佢活得開心啊！寫意人生嚇，咁啊俾佢哋咁啊，你問得好好喎！我哋中心咧，佢哋有啲咩嘅活動可以令到佢自己同自己去治療咧？會嘅會嘅，我哋當日咧仲有一啲咧，除咗聽之外咧，仲有咧就係俾到佢哋有一啲嘅活動。書展嗰方面啦，咁樣就有一個嘅腦保健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原來喺我哋多倫多嘅即係開始嘅10多年前嘅時候咧，就英文就叫 Bring Beat Dance 咁樣。咁一路喺呢一個嘅發展裏邊嘅時候咧，好多長者佢能夠藉住參加呢個嘅腦保健嘅時候咧，就喺嗰個嘅運動嘅過程裏邊咧，就係點樣嚟到係動佢嘅腦筋，仲有手喎，仲有咧有陣時候會唱下歌喎，有啲口訣喎，咁係幫助佢哋咧
防止腦退化。哦，咁呢一個係當日我哋都會介紹嘅。咁有音樂啊同嘅欣賞啦，情緒方面好需要音樂嘅嚟到係去啊治療下啦。咁啊又有舒筋啊、拉筋啊，仲有一個叫讚美操，集體嘅幾十人一齊嚟到跳舞咁樣。咁我亦都盼望能夠喺俾到社區裏邊嘅時候咧，有一個更加健康同埋有一個嘅開心有盼望嘅群體喺裏邊咯。係啦，頭先你講呢個活動啊，即係話係咪有分唔同嘅年齡、唔同嘅組別咁嘅咧？都有㗎，即係一啲講英文嘅年青人有冇啲活動啱佢哋？有啊，一個好特別嘅，佢哋真係好開心咧，就係由社區裏邊咧，其實有好多願意嚟到支持嘅人士嘅咁樣。我哋咧就當中有老中青幼咁樣啊，即係長者頭先有提到呢啲嘅講座啦。咁我特別咧就有兩個咧就係年輕人嘅。咁咧就因為而家咧喺嗰個嘅啲青少年人啊，佢哋遇到好多嘅困難啊，好多嘅挑戰裏邊嘅時候咧，我哋盼望點樣嚟到係去幫助到呢啲嘅家庭咁樣。咁咧就呢啲家庭嘅特別家長，好多時唔知道去邊度揾呢啲嘅幫手。我知道，其實咧，我知道頭先聽你咁講咧，入邊咧有老人嘅活動啦，咁啊，其實青少年咧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program 俾到佢哋啊，非常之有意義嘅。咁我哋睇個熒光幕咧，亦都可以見到咧，就係佢哋嘅聯絡嘅電話啦，同埋地址啦。咁大家有啲咩問題咧？其實咧可以直接咧係打電話俾佢哋，亦都可以係報名參加呢一個活動嘅。咁啊，今日咧就非常之多謝就係阿 Monica 上嚟同我哋介紹呢個咁有意義嘅呢一個心理健康日啦。咁亦都預祝啊，你6月4日你哋嘅活動咧非常之成功。好多謝，多謝，歡迎大家一齊出席。